我鼎孙玉璇这一批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干才，在蒋副总统、金国先生领导下，设立了新竹科技园区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就成为过去38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龙头，在这里生产的晶圆、其他的产品畅销全世界，变成全世界效仿取经的对象。 它的方法就是第一个，我们吸引了一批人才，从国外回来这里投资技术、投资财务，然后呢再把制造的产品卖出去，然后新竹就发大财。新竹市民他的人均所得在全台湾那个时候仅次于台北，后来超过了台北。刚刚法务长讲了，38年之后。 我就要为新竹的未来30年来打拼，因为我们要拼经济、重文教、享福利，经济好，一切都好，想得爽，一定有办法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我们新竹还是会扬名世界，我们新竹的发展还是冠于全台。所以，新竹是安居乐业的好地方。